這樣我現在跟他營造啊。不好意思，你的護照暫時用不到。怎麼說啊？李承龍，你涉嫌殺害李秋月，我現在要把你抓起來。哎呦，警察大人啊，你到底是在說什麼？李秋月的命案，我的律師已經跟警察官解釋清楚了，跟我沒有關係。是啊，警察大人啊，不然你是在跳槍，上次這出這麼硬過，我真的懷疑你是吃飽受刑，擔要抓我們成龍，你千萬不可以冤枉成龍的老百姓。李成龍是殺人兇手。我有見過我阿母在冤家，我母在塞性地，他青菜說幾句話，你就相信嗎？你要抓我，會贏的啊，證據先拿出來。你要證據是嗎？你還真敢討，證據就在你的身上。什麼意思啊？你自己看你兒子多變態，你的左手臂上有刺激。陈总，帮我寄个袋子。陈总，陈总，别冲啊！你们别冲啊！犯规！犯规！这是啥？你自己扫看卖，你就知影。其实，查某人好抬咸鸭皮。住手！相公，我无把你当作是兄弟，你是袂记啊？迄当阵你妈反对你甲伊一齐做伙，所以我甲伊抬死。你应该感觉我是咧甲你斗啥共才对。你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！是你家己要家己一个杀开的，点咪？你讲太死，搁甲讲伤话，你要甲台湾过定兄弟请我们身上。嗯？你变态！不可能，你是你的囝。嗯？我靠！哪边嘞？你一命我一命。嗯陈龙，爸，是你啊？那是我出什么代志？生活不好，生活不好，你还包听？姐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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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